干啥呀？不臭吗？小孩脚臭什么臭啊？哼！这是吃醋了吗？赶紧哄哄吧！别生气啦！哎呀，你和弟弟在妈妈心里是一样重的，那手心手背不都是肉吗？那再说了，那小孩脚他真不臭。那贝里一亲不都臭了吗？想吃臭臭的那个东西，你去给我买一下。嗯，那啥呀？你给我装胡子是不？就是臭烘的，特别好吃的那个。哎，爸爸，我知道了。妈妈，你等着，我去跟拉去。我说的是榴莲，你想啥呢呀？那你都不上班，哪有钱吃榴莲呢？那我上班我就能吃上榴莲了。我一天上班挣那点窝囊费，我还不得在家待着呢。上班至少能挣窝囊费，如果不上班的话，你就真成窝囊费了。那我也不上班，我不喜欢上班。啊、那你想干嘛？我想投资啊！我今天就投资了一个项目，如果成了的话，我得有500万；如果要是不成，那我那2块钱就打水漂了。哎呦我的妈！那你可得注意点。少喝点水。嗯，咋的呢？要不你容易被尿憋醒。造孽！苹果好吃吗？嗯，给我吃一口呗。喂。哎呦我的妈！仰卧降一息，见下体就慢的慢慢用吧。哎。那写写作业怎么还唱上了呢？好听不？挪威的小森林。你作业写完了，你就在这唱？嗯，那得是的。你写的这是啥呀？我写的时候你不问我，现在我都忘了。行，你就这样啊，你看老师明儿咋说你的啊，行不？嗯。就我写这样，夸我还来不及呢，还说我。不，就你写的样，咱说从哪儿夸起呀？嗯，好，快。快我是看出来了，好我是一丁点都没看出来。因为快才好。有道理。你就笑呗，你就不能说着他呀，写成这样。啊，这字啊，每一个有每一个的想法。我希望不该问，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。我跟爸爸吵架了。为什么呀？爸爸说你今天染的发型非常臭。开玩笑呢吧？不对，他是很认真说的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不允许他这样说。哎、我站！你给我打！哎，你给我出来！你出来，我不动你。我属鸡，你敢打我？我弟属虎，你敢打我弟吗？跟属什么有什么关系？我告诉你，就算他是属虎的，要惹着我了，一样得挨揍。这就是虎恶平要被舔鸡吗？被舔鸡吗？你给我看！虽然我们的手受伤了，但是我们的功课坚决不能落下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今天我们来默写26个英文字母，有没有信心？嗯。哎呦呦呦呦呦！妈妈，我写完了。这么快？你认真写了吗？像虫子在爬一样。我认真爬了呀。那为什么只有24个呀 ？K 呢？那 Q 呢？Thank you。你觉得妈妈和小姨谁更好看？你想让我咋说呀？你实话实说呗。这让我咋说？那你别嫌我说话难听啊。那你也别嫌我下手太重啊。咋的？你还要动手啊？那我可没说。我看你是想让大家都知道你文武双全吧。我觉得你现在有必要说一个好听的形容词来哄我一下，要不然。我反弹。我真。我
年纪，我怎么就才貌双谈了？啥玩意儿？端肉啊！哎呦我的妈！行啊，咱俩下辈子干脆别当母女了啊！就算你化成花肉也能找着你。你啥意思啊？可是化了妆就不一定了。昨天晚上小九陪爸爸去打了篮球，回来之后手就变成了大猪蹄子，然后我们就来看了医生，因为医院门口停车特别不方便，所以只能我抱着弟弟和小九先进来。到了诊室门口只剩下了一个座位，他轻轻地拍了拍座位示意让我过去。坐这儿。那我坐这儿啊。从这一刻我疯狂地回忆着我们的过去，从他出生选择我做他的妈妈，到他第一次生病，每一次搞怪，下了课第一时间奔向你，带他去拍周岁照，直到我们有了二宝，原来他一直都这么爱我。不过没关系，人是铁饭是钢，给猪脚饭，给你补补你的小猪脚。那你不应该吃这个。那我吃啥？你应该吃猪脑饭，吃哪儿补哪儿呗。我想跟你说件事儿，我不想干了，我要辞职。行。不行。爸爸咋能不行呢？妈妈该想干就干，不想干咱就不干。天大地大，高兴最大。正好我爸这还有点存款，虽然不多，但是足够咱们以后的日子衣食无忧了。我哪有？那你不早说啊！那就这样，我还上什么班啊？但是得有个前提。啥前提呀？只能活到今天晚上。那我不上班了，我以后可以创业呀。就你这智商，你确定？我这智商咋的了？那我问你，李大爷和二大爷去三大爷家，说四大爷和五大爷去六大爷家，偷七大爷放在八大爷的抽屉里，九大爷给十大爷的100块钱，你说谁是小偷？不是，你这哪来这么多大爷呀？这你别管。你就是说谁是小偷吧？不是，你先别管谁是小偷，敢不敢相信我？我肯定让你明年当上富二代。啊！等我下次考试的话，一定考个100分。你这你就吹牛了吧？那不是你先吹的吗？有人打！已经跟你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？你挺大老爷们儿，你就不能有点？你咬我干什么？对不起妈妈。你对不起有什么用啊？你咬我那么疼。那你也知道对不起没用了吧？那为什么你说一句对不起，就非得让我爸说一句没关系呢？难道一句对不起就能让事情像没发生一样吗？真正的道歉并不是简单的一句对不起就结束了，你要真正的认识到你的错误，并且改正错误，还得弥补我爸的损失，直到我爸原谅你才行。那我弥补你一下啊，下个月生活费给你加200。不是钱不钱的事儿，你得真正的认识到错误才行。给你加300。拿我爸当什么人呢？500总行了吧？行。